不对呀、啊。那为啥雄风必须得死啊？俺一个跟头能翻十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问你，对呀，我问你，你不是伯爵吗？没有食物了。没食物了也不用遮呀，没食物就没食物呗，没了就没了呗。他不说那用被其他蜜蜂给遮了吗？其他蜜蜂都攻击他，为啥要攻击呢？蜜蜂也不吃蜜蜂，蜜蜂不吃蜜吗？蓄精才是重中之重。全军出击。哼，人家要上位呀，他不上位他也能死啊。他把那鱼，那鱼带着点烟呢，那鱼，他屌我亮不亮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还是卡了，硬跟他 A 啊，摸鱼是不太好使的。不打不相识。别让他抽着。闪现了。闪得挺快呀，这个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先来个皮孩吧。果断。其实他果不果断他也死不了，只是他不知道我一技能吸力好没好。这属于什么？这属于不是经常玩猴的一个小子。可以打，来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打了、哎、为什么非得闪现咬他呢？去兄弟快来找俺老孙吧。这波咱就不去了啊。这剑圣如果我这波过去我们就得抖死。回家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这波线儿，如果那鱼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应该不会推得太远。我们刚好出个耀光，还好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剑圣宝石，剑圣宝石，俺们家有空着，还好，有空就还行。一 A 哈巴溜 ，A 接抠，再平 A， 再平 A， 闪现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抠。斩老孙！
分17秒，吃他一层打皮。这鳄鱼太水了，在我们面前，只要我杀的人，你觉得都水，我真是习惯了都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哪有不水的人儿？你说。鳄鱼五级，我们挡一挡。他应该是有闪。定叫下俺老子的本事吧！但是他没有船，有点卡。Double kill。我看能不能遇着他，没遇到。要首先把他骸骨破了。这把行啊！有妖气！好用，我刚才转没点掉血，天哪，哎，他点盐套了吗？他套我身上点盐了吗？还是套假猴身，套假猴了哈？来，这波厕所回城。他打我不掉血，我凯旋，我凯旋了。那能不掉血？上路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，八分钟队友起飞了，跟我没啥关系。先跟他打，走，找一波剑圣。俺们家中单跟打野挺厉害的。我本以为剑圣要起飞了，没想到呀，这鳄鱼怎么死的？有探云手机制，宝石剑圣还能玩吗？谁到了？我也不知道那宝石剑圣啥意思。他给我整起复古流来了，宝石加剑圣，
吃经验呗，可能。应该是拿下了，我看能不能把这宝石杀了。宝石100块钱，哇哦！这波追鳄鱼直接一顿打啊，直接追到他死，一直追。不走位你不必死，你得走下位呀。全是176，没办法，鳄鱼也0-5了。我觉得他们收拾收拾结束得了，差不多了，该结束了。下去看看这小黄毛的，包女儿杀不了，我来吧。走不了，你给我推塔来，赶紧推，好嘞。先抽一下 ，A W 闪现走。这样吧，先出个小锤儿。包女原来是个带呀，什么带呀？哎呀，就是能翻108000里，赚一手吧，也就是。小小钻石，既来之则安之。Legendary。没人我可猜了，我感觉我1-3打你们仨好像没啥问题呀，几个人吧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只要把小黄毛一杀，其他的两个也没啥用。
1000块九头蛇，打个峡谷我们拿下，下路推一波投降。